还有自带刷卡机。好看，哎哎哎哎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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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西门町，没错，最熟悉的西门町，豪放玩具，豪放玩具，豪放玩具。今天的活动就是呢，我今天跟代表会在那边当人形立牌给大家看。一日店长啊，这间玩具店非常厉害，它里面有很多大型公仔。就是一般我们想象玩具店就进去，然后就是公仔啊、精品啊、PVC 精品或者是一番赏之类的。然后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，我有直接吓到。它就是它两排都是大尺寸的那种，就全部都是 GK 雕像，摆满。很厉害，我们来进去看看吧。有吗？有像吗？有像吗？有像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有点面熟哎。不要拍，是不是？不要拍。那个，不要拍。南丹幕府。这是壁咚吗？拍上来出话机。可以这样借过的吗？下一幕再剪辑。梗竹有没有在背后的那个？汪汪！这只我之前在玩具展上面有看到，然后那时候对它就是的感觉没有这么深刻，可是我现在看到它，觉得天哪，头太大了吧！在这边这一柜全部通都是授权，对，全部是授权，因为它是第一只出的官方GK，所以你现在不能够找到它的数量。就是因为稀有，所以它现在很贵。尤其因为它是数字，所以少一只就少一只。靠呀！你们大家最喜欢哪一个？光速吧。我个人的话，我就喜欢恒远。哦，园长。对啊。太阳园长。对啊。哎，那边有个兔女郎，去找她一下。好，我们去找她。你好。请问一下，我想要问一下，就是你的 IG 大概是多少？我的 IG 是 CII0119这样子，我是夏爱。来个三连拍，三连拍。那你要让拍一点。哇！我觉得他有自带刷卡机。哎，他有要消费的吗？要刷卡吗？我有帮你们准备耳朵。啊，对，这是猫咪的。啊，这是鸡巴柴犬。哎，是你呀？怎么会有形容词啊？不是啊，鸡巴柴犬。哎，跟你头毛好搭。很搭，很搭。啊，那你想要抽哪一个？我想要抽米莉亚。你想戳它？是不是想戳它？那这样够吗？这样够吗？喂喂，是什么？揭晓！啊天哪！宝可梦手指哦，你可以看手指。是宝可梦手指，大冲呀！哎，很可怕！我喜欢。抽奖了，抽奖了！好紧张哦！直接抽。我帮忙洗。是什么啦？是什么啦？会不会一开始就把 A 开走？那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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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啊，狙狙打。3 2 1，他一定很疑惑，他一定很疑惑，为什么他？为什么我在这里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神来一抽，嘿，哎，不行啊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我猜吗？你猜，你帮我猜。我猜，我压力就很大，而且都不猜。没关系，没抽到我。明年再猜。哇，太专业了！以后找我拍照，原相机我都不拍。妈妈。
你真的大，我真的比较大。好，按住，各按一下。哇哦，太神了吧！太强了吧！帮我按赞、追踪、订阅，然后我们开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。你现在找这上面最贵的一只出来。那我猜，那一只，哪一只？双马尾豹的史莱姆的。恭喜！什么？我猜对了吗？我猜对了吗？以后请叫我 Twice。哇。哇，它有一种，它有一种半透明的感觉，那种小抱枕的感觉。我觉得它的皮肤做的最好看，有一种，有一种糖水片的。今天最可爱的战利品耶，可以借我笔吗？哎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我真的看不到。哎，哇，笔嘞，笔嘞。哎，要说不说，综艺效果。那戳不破。哇哈哈哈哈哈！哦哦，中中，恭喜你中大奖，中破掉了。手机是谁的？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破掉的。乱跪就是这样子，乱破掉。哇，来好多妮妮学姐，好看。David 我看起来怎么样？看起来猜拳好好笑。哈哈哈哈哈！徐班猜拳很好笑，哦，漏到了，前面的剪掉，前面的剪掉。